哎，听说了吗？高二要来个转学生，要是一个特别可爱的女孩就好了。夏淼淼，你干嘛呢？快点！你有没有事先去你新学校看一眼，帅哥多吗？<笑>有一个好像是学校篮球队，叫林开拓的。林开拓，加油！林开拓，帮你不帮亲？ 你选的这个位子确实有点大。怎么了？以后我的作业你帮我抄，因为你是我的狂热粉丝。啊？你怎么抄林开拓作业啊？我让他抄的。走，跟你有关系的事。怎么了？三好学生又出来拯救世界了。对不起，学长，那个，你的。 电话，你能加的电话，我能要你家的电话号码吗？你要是不想的话，就你。我可不相信你能背得下来。<笑>两幼年的笔记竟然给你不给我，真的是太过分了。 怎么了？你是要跟着我吗？我没有跟着你啊，我也是要走这条路的。你有没有觉得我今天哪里有点不一样啊？你先把你眼角的眼屎擦一擦吧。别话，我要说别在相机。给我。这小姑娘不行啊，一张合照就这么死心塌地了。开拓，我没电了，真的追不上你啊。其实。 之前我看到林开拓跟你演戏，开拓那么投入，我还以为他对……我不是妹妹，我不想当妹妹。你觉得夏淼淼怎么样啊？所以阿霞说你喜欢坏小子，是真的？淼淼必须做出改变，我希望她变漂亮，能够让人眼前一亮。 夏淼淼。